去油门，无论什么时候都用左手的刹车啊，拐弯就一定要慢一点啊。哇，哎哎，给下油门，给油门，油门不要停。好，好危险的我。我现在给你一段时间去练习的时间啊。如果回来的时候十分钟你要完成不断，完成不了那段路的话来讲，你会一定接受一顿惩罚的。哦，默默，你可以选择直接接受惩罚吧。哎呀，真的横竖都是惩罚，还不如直接承认了啊。技术的体现吗？所以说这是格调，必须要惩罚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我看到你噔噔噔噔噔，我以为刹车很好，可以一秒停下来的，结果开得太快了。我们再宣布一下惩罚的结果吧。